沈蝶衣何在？陛下，上一馆文士投名，非沈蝶衣莫属。朝廷贪污腐败的习气越来越严重，子安真希望你可以参加考试入学，定能了解更多内幕。子安必定竭尽所能。但愿老死花酒间，不愿鞠躬车马前，叫我独孤便可。胡闹！你怎么能让蝶衣女扮男装参加上一馆考试？你可记得，我和你之间，我才是唐九华。你此无缺东南角，叩见二皇子殿下。他乃是皇后所生的嫡长子，自然是看不上我这不受宠的二皇帝。不知这上一馆的学子可敢应战呢？我们同为大玉子，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曾经输掉的一切都赢回来。我一定要拿第一名进宫。唐唐前几日练习的时候把脚扭伤了，但是他坚持要比赛。我大玉美食文化博大精深，短短的比赛时间无法进展我大玉的美食。剑者，心之刃也，亦可杀，亦可护。下一场色诀就交给我吧。下棋，切莫心急求成。上一馆，上。你女扮男装来上一馆读书，可是犯了欺君之罪。形影不离。那既然我们五个要一起行动，我们就叫上一馆五子。